哎呦哎呦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来保养一台钢琴，算保养吗？它的程度已经是修理了。对，那状况如何呢？还蛮惨的，你可以看它这个整个都陷下去不会动。原本想说有可能是上面做动的问题，可是后来看一看是下面的这个铅块整个都膨胀了，所以待会这个铅块可能要重新都修掉。对，下面这里比较还好，受潮很严重。嗯，算蛮严重的，因为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一点。好，开工。好吧，我们开工吧。开始调音了。这台音会跑很多吗？其实算还好，还好。虽然琴键的状况很差，但是跑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啊。因为是大牌子卡哇伊的琴，所以不太会到很夸张。你听，乍听之下，它还是蛮准的。嗯。全钉算健康，打弦系统也健康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完成这次的大保养。那原本键盘不顺畅的部分，现在处理的如何呢？基本上全部都算没问题了。虽然这台琴比较老一点点，但是状况还算 OK。对，看中间原本黏住的琴键，处理好了。原本不顺的地方都处理好。这台琴的弦钉健康度如何呢？算75分吧，不过以它的年限算90分了，就是稍微有几根有一点点松，但基本上不会出现音跑掉的问题，都还算在正常范围内。这台是卡哇伊的 BL61，日本原装的。好 ，OK， 大功告成。